演习三故居。哦，这里是永公路的山顶，哦，永公路最高点。哦，这个阴雨约约看到台北盆地，不过今天空气品质普通。哦，可以看到那个台北车站前面的星光人寿星光人寿大楼和，哦，星光摩天楼。OK， 我们就去看延禧山，哦，延禧山故居。